垃圾车后头橘色外套里长候选人跟垃圾车发传单拜票，一旁穿深色上衣戴鸭舌帽是现任里长，则是帮民众丢垃圾拉票拨钢筋，双方人马同场较劲擦出火花。我跟你讲，我没有帮忙到你，你现在怎样给我冤枉啊，辛苦了啊，哦你们是辛苦了，我放完是双方人马用自己方式拉选票，但竞争者控诉，里长却请民众把垃圾集中再帮忙清道，违反社区垃圾不落地原则，双方爆发口角。我们各方面证明说你们是，我们不要一直在挑衅，不要一直在挑衅好不好？你也录影，我也有了，我每地方都有录了。两边阵营都拿出手机录影搜证，火气好大。冲突发生在高雄小港区，竞争者不断道歉，里长也退一步，双方暂时和解，但冲突影片已经在网络上发酵，拜票抢垃圾车引爆冲突。到要选举的时候，他就出来倒垃圾，抢垃圾，就是六个男的围着我，就这样推，哪可能啦，哪可能，哪个哪在中国呢？地方大选快到了，现任里长和竞争者追垃圾车拜票，有人发传单，有人帮忙丢垃圾，再加上彼此多年恩怨，狭路相逢，竞争者告里长跟踪，里长反告诬告，对簿公堂，透过司法解决选举纠纷。记者蔡武言、王书宏 S 小组高雄报道。我是王一仲，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，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或是国际的话题，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。当然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。